老公，啊，快问快答，答对给你100。峨眉山的峨是由哪两个字组成？山我，山我。好，来下一题。我和你前女友谁漂亮？哪一个？都不够你漂亮，都不够你漂亮啊！下一题，如果你有100万，你会给我吗？会。30万？会。20万？会。25块3？不会。我真的有25块3，真的有25块3。现在没有了。